ここなんかはほとんど人間と同じってこと？そう。あれって何よ？セックス。こっちに来なさい。欢迎收看老炮电影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霸道女主保护我的电影《我的女友是机器人》。这天是男主的生日，但是身为单身狗的他只能一个人去买表当做生日礼物。看着这块表，男主突然想起他去年买了个表啊，哦不是，他是想起去年的今天，他曾经在这里偶遇过一个妹子，妹子长得很漂亮，身材又好，最重要是她对男主一副很有兴趣的样子。那身为单身狗遇见这样的妹子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当然是带她回家，然后听她说一堆莫名其妙的话啊。到了分别的时候，之后妹子告诉他自己是从未来来的，哇，你要不说人家还以为你是仙女嘞。总之最后妹子跟仙女一样的消失了。时间回到现在，我们的女主终于闪亮登场，她不仅神力超群，而且力大无穷，先是抢劫了衣服和蛋糕，然后找到男主霸道的给他庆祝生日，但男主一脸懵逼啊，我这是变牛郎了吗？每年生日都有仙女来，但是今年的仙女居然有一双氪金狗眼，原来她是机器人，是老年版男主派来给她消灾解忧的。作为报酬，男主也要教她怎么当人类，真是久旱逢甘露啊。单身多年的男主马上就说出了自己的忧愁，希望女主能帮忙解决一下，但却被无情的拒绝了。真是的，都说了人家要当人类嘛，进度怎么能这么快。总之男女主一人一机过上了同居的生活，在女主的帮助下，男主的日子变得顺风顺水，焕发了新的生机，而女主也变得越来越像人类了。她不仅为男主复原了男主记忆中家乡的景象，让男主看见了早就过世的外婆，还经常像英雄一样解救了处于危险中的人。渐渐的，男主爱上了她，可女主是机器人，不会有恋爱的感觉，这让男主感到很伤心。终于这天，他酒精从上脑地赶走了女主，但酒醒后他马上后悔了，因为他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女主的陪伴。消失的女主替他找回了小时的宠物猫，也更换了窗前的广告画。正当男主备受感动时，突然发生了地震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女主从天而降解救了他。为了保护男主，女主被一辆失控的卡车撞上，所幸她力大无穷推开了卡车，导演看卡车的重量不够，于是又安排了一幢坍塌的大楼。为了救掉入地缝的男主，女主强行扯断了自己的下半身，早く行って一緒に行くんだ。他告诉男主自己能感受到他的心了，随后被坍塌的建筑掩埋，彻底损坏了。61年后，变老的男主终于还原了女主，他的容貌不变，连记忆都保存着。在他的陪伴下，男主安详地死去。又过了几十年，在一次机器人展览中，一个高中生发现了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主，其实她就是男主第一次见到的那个妹子。他在拍卖会上拍下了女主，读取了女主的记忆，爱上了男主，于是乘坐时光机找到了她，跟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，甚至他还穿越到在女主报废时永远陪在了男主身边。到此所有的情节串成了一条完整的时间线，全片结束。讲述机器人跟人类谈恋爱的电影其实有很多，但这一部绝对是其中的经典。其中男主重回记忆中的家乡，看到村口等待他的外婆时，相信很多人都流下了热泪。时间太瘦，指缝太宽，我们没有女主帮忙弥补遗憾，但至少我们应该珍惜眼前爱你的人。以上就是这期老炮电影带给您的内容。老炮电影每天都有新东西，喜欢就关注我吧。